到那个云山洞啊，跟你们分享一点灵修啊啊，进入神社之前啊怎么做？要进入灵山洞的时候怎么做？我再分享给你们一下。OK， 仪轨要知道。哎，那是一个日本朋友跟我们说的。哦。那个日本神社哈，我们要进去之前，对，人是在传说上，在我教他们的，我的传说里面就是神社的另外一侧，就是叫神域，神住的地方。我们这一侧是我们凡人所住的地方，在红尘之地哈。那进去的时候呢，哦，一进那个门就轻轻的拍三声，默念自己的名字，跟神明报告说：“哎，我来了。”这是有最好的征兆，对。然后要进去的时候，你要净手净脸。对，要怎么净手净脸是有方法的。对，有规矩。对，然后呢，进去之后啊，如果有戴帽子的朋友，我就会建议他们把帽子先暂时拿下来一下啊。对，哎，从这里直接进去，就不用绕一大圈儿。啊，你看多好。